喂，我見到嘅我你即係 Michael Jackson 咁樣啦，哇都上癮咁喎，係咪即係整容會上癮，或者點為之上咗癮咧咁樣？其實整容都係整容你病者或者患或者需要要求做整容嘅人咧，睇佢心態乜嘢啦。譬如佢真係有相對嚟講有一啲佢覺得唔滿意嘅地方，而你能夠做靚咗嘅話咧，佢會覺得好開心。咁但係當你隨著年紀增長嘅時候，佢都會有翻微妙變化，佢又會即係可能 degenerate 就會又要再需要再整咯。但有另外一種人嘅心態咧，病者嘅心態就係佢係真係完美主義者。當你做咗一遍有改善嘅時候咧，佢想做埋另外一遍。For example，同埋有啲壓力存在咧，就係有時咧同朋輩嘅影響啊。佢哋喺度得意，佢喂阿某君做咗好靚喎，我都想做佢個，譬如做個鼻。For example，咁佢要求你做嘅時候，佢想做到佢一模一樣。嗱，呢個心理素質可能我哋就會有個問題喺度啦。如果假如個個都好似做到芭比公仔咁咧，個個出街都一樣嘅時候，係咪個個都會滿意嘅？即係呢個結果咧？其實當然唔係啦，係咪？咁我哋會採取方案就係話，每個病者佢嗰、那個佢本身嘅需要係唔同嘅。假如一個面型係切入一個鼻嘅形態，可能有另外一個面型佢切入同一個鼻嘅形態咧，可以由靚變咗醜嘅。所以每一個病者，我哋都會要個別一個，所以評估佢，然後講一個比較啱佢嘅方案去做咯。所以有時有個心理素質就話，我要求做翻我哋朋輩呢個病人或者佢個朋友嘅鼻一樣，例如做咗之後咧，佢發覺啊，我同你做咗個鼻一模一樣，但竟然我唔滿意，就係、是、我要考慮好多因素啦。